第十个方面，这里我选了一个，为什么提前说一个温针灸？温针灸是目前临床针法、针刺法和灸法应用最广泛的，也就是在针上，在毫针、流针的时候，我们在针柄上。在针柄上，等一下我解释，在针柄上放上一艾条，放上艾柱，来进行燃烧，使针和灸同时一合在一起应用，并用的方法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它通用于一切湿症和寒性病症，湿寒性病症，啊，湿寒性病症。你比如我这个，就是我在临床治疗一个网球肘，啊，在痛点S穴上进行一针，在手三里上，在右在前在手背前臂部外关穴上再针刺一针，三针的处理治疗，用温针灸，温针灸的方法，啊，温针灸的方法。是针刺和艾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呢，临床应用很最为广泛，啊，最为广泛。但这个呢，也会带来一些，就是说应用多、应用很广泛。但是呢，以灸的时候，后面我们在下个礼拜还给大家从灸的这个角度应该注意的事项，还会给大家来进一步介绍，啊，这些提一下。好，我这里列举了一个临床上，就是我们用针灸当中最为广泛、最为比较常用的一些起泻方法和常见病症。当然，这些方法其实到后面，你们接下来可能王老师来给大家介绍针灸治疗学，他讲的东西可能更多了。我只是捡起了一个。大家最常临床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碰到最为多的一些是病症，它的起泻，但这个起泻是初步的一种起泻，就比较简易的一种起泻。但在临床上还要可能为了治疗疗效的提高，可能还存在一些辩证起泻。我这是针对这个症状的一个起泻，比如偏头痛，偏头痛的起泻，一侧头痛，我们启用头尾。太阳、帅骨及耳尖直上如发际，1.5寸，方池后侧的方池，眼端，为什么眼端要起这两个穴位？外关和阳陵泉。外关，因为学中医，你们是个培训班，是专门学针灸推拿的，啊，外关是手少阳三焦经。手少阳三焦经，它行走从手走头是在行头侧面，从耳后入耳中，是吧？啊，从耳后出啊，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的手，而阳陵泉是手足少阳胆经的，在腓骨小头前下方。这是一个针灸的一个针灸起泻当中。会提到，今后大家在针灸治疗学有没有提到一个眼镜配穴法？眼镜配穴法就在这条经脉行星的局部病变的局部病灶的局部起泻，在它的眼端上，肘期以下的穴位，眼端上来启用穴位，来达到疏通调整整个这条经病变经脉的这条经的经气作用。像胃痛局部起中脘，眼端呢起内关，哎，大家学内关是治疗心血管系统的首选用穴，除此以外内关也很好的宽胸理气和胃降逆这个作用。足三里通治所有的胃肠道疾病，是足阳明胃经的，啊，足阳明胃经，再加一个梁丘，梁丘在什么地方呢？在髌骨外上沿上2寸，
那么大家说，哎呦，如果豆子胃脘痛，经常我们会碰到，我手上没针怎么办？可我们可以用手指指针来代替，可以在只要胃痛一旦发生，一旦出现胃部的痉挛，比如受寒、吃东西不注意等等，胃部出现胃部的痉挛，我们到西医的方面，再可能5-6-5-4就阿托品打一针。那如果你在这种日常生活当外出，都碰到胃脘痛，出怎么办呢？那么叫病人让患者趴下，找背部坐着，或者坐着，或者趴着，找背部，背部从背部的足太阳膀胱经第一侧线上，也就是说，旁开1.5寸，还有真正旁开1.5寸，从第七胸椎开始，凭第七胸椎的膈腧穴开始，逐渐两只手分别按，可以找到一个反应点，压痛或者按到这个地方，病人觉得很舒服，或者按到这个地方，病人手下有一个硬件，都会出现。找到这个点，用手指按压，按压，2-3分钟，疼痛可以很快缓解。再一个，手指按压梁丘穴，啊，大家可以试，肯定有效，很好的疗效，肯定有。啊，再看一下，痛经，哎，痛经。但痛经如果细分为原发性的痛经和继发性痛经，一般来讲，针灸治疗原发性痛经好，继发性痛经了，你要产生原因很多很多。如果像内膜异位症啊这些，就效果差一些。但原发性痛经多在些年轻的女孩子，啊，来了一痛起来，那个是影响生活、工作、学习。那我们气海上打一针，它具有通包脉作用，很好的通包脉止痛。在下肢三阴交内踝高点上3寸，地基这个穴位在哪里？地基足三里了，跑出怎么跟足三里扯得上了？地基啊，足三里下3寸是吧？还是几寸？地基这个穴位，小严老师应该跟你们介绍过。阴陵前在哪里？胫骨内侧髁下凹陷处，就是阴陵前下3寸。胫骨后缘，痛经的患者，你摸到这个穴位，比人相当酸痛的，针刺一针，这个是肯定有疗效，大家不要怀疑，绝对有疗效，啊，我为什么选择这些东西？是选择肯定有疗效的才给大家介绍，如果是疗效一般的，我根本不要去介绍给你们了，啊！再看牙痛和三叉神经痛，这个大家也可能碰到的。牙痛呢也要注意，如果牙髓炎、根尖炎效果不好；如果是仅仅牙龈肿痛、齿龈肿痛、红肿、疼痛，排除了蛀牙，我们就说蛀牙这种情况，即虫牙引起的。还有一个三叉神经痛，这个呢，三叉神经是我们说原发性的，下关一针，啊，下关，记住联合关节的前方，在凹槽里面，一张嘴，手就被抵开了，一闭嘴，凹陷出现，下关，前髎。前髎，髋木外齿下前骨下方凹陷处，合谷
三针，针上去再用艾条放在上面灸温针灸。哎，因为我在临床上许多图片我都，因为我们当时没照下来，是很多都是来治疗这个问题的。好，肩周炎，肩周炎，啊，肩三针，肩三针范围很大，但是最常用的肩部三颗针，啊，我们可以这样来起，肩椅、肩髎或者肩针，肩针，肩部的三颗针，还有有的提法呢叫肩前，前面腋前纹头上一串，经外七穴，肩前、肩椅后面采用肩针，这局部的用穴，曲池、合谷，在治疗肩周炎早期出现的疼痛，一抬手，哎呦，痛得不得了，不能动了，啊，肩周，因为什么叫肩周炎等等这些这个治疗学里面，那想讲的更多了，我这里提一下，哎呀，急性腰扭伤，可能大家会就感兴趣了，一般都哎呦不能动了，急性腰扭伤，但是要排，大家注意，一定要排除。我说急性腰扭伤就没有明显的，就是说要排除压缩性骨折，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它没有骨折的问题啊，只是一个腰部软组织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损伤，腰痛点、腰痛穴、阿是穴、肾腧、大肠腧、委中。腰痛穴在哪里？手背是一个经外七穴，不是啊。大家看，手背二三掌骨结合处的前方和四五掌骨掌这个掌骨结合处的前方，这两个叫腰痛穴，是经外奇穴，啊，凹陷处。打这两根针打进去，让病人跟着你站着，前。后左右慢慢的左三下右三下，哎，病人哎轻松多了，轻松多了。这个阿是穴，那么就是腰部，它急性腰扭伤在腰部，你肯定有个压痛点啊，再加上一个肾腧穴，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一点五，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一点五寸，再加一个委中腘窝S， 这个传统的一个四种斜歌里面叫腰背委中求，头项行列切，头项部病症用列切穴，啊，面口合谷收，口面部的病症用合谷，嘴巴歪了面瘫，三叉神经痛，对吧？这些齿龈肿痛、口面部的疾病用合谷，腰背委中求，腰背部病症。腰背痛用委中，肚腹三里流，肚子方面的胃脘部的病症用足三里，后是一加又加了两个，在传统的四种学科里面，腰背委中求，头项行列切，面口合谷收，腰背委中求。好，在这四个，这对这个四个穴位的一个总结基础上，近代又提出了心胸内关求，心胸内关谋，这叫就心胸部病症，呼吸困难，心慌心悸，用内关宽胸理气，宁心安神。少腹三阴求，少腹部病症，夜惊病，痛经，少腹小便不利，遗尿或者撒水撒不出来，拢闭，用三阴交，是后世加了这两个，啊，是对这些穴位的一个临床应用的总结。落枕那是肯定是旁道，经常日常生活当中，落枕，落枕穴，
手背二三掌指关节的后方凹陷处，落枕穴 R 四穴，打颈部肯定头转不动了，一摸哪里痛 ？R 四穴、风池穴、肩颈穴，再加一个后溪穴。好，这个是我们临床治疗一些常用器械啊，后面呢我就不一个一一的说了。好，再看就好。操作实践当中，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操作了啊。这些呢是我临床上，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呢是一个坐骨神经椎间盘突出以后引起的左下肢出现的啊。刚好那天打针的时候，有个学生跟我拍照的时候，刚好他就竖起大拇指，一下一针到了，感觉一下就到了脚上，啊，等会我给大家试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没问题。好，这个呢是采用了电针、电极，就我针刺以后在针柄上用电针，下个礼拜我带着过来，把电针带着过来给大家体会一下。这一张呢是我们针灸科的老主任王主任。啊，王主任，他带着临床上的一帮外国来去学习的，做的一个针刺，在腹部针刺。这个呢是我在西班牙零七年的时候，我到西班牙去，在巴塞罗那进行一个也是10-20个人的一个小班，一个培训的时候，我主要是跟他们做。因为当时培训的时候跟他们做小儿推拿，但是在国外你找小儿来做，小儿很少，所以我就介绍了一个，以成人的形式来给他做一个示范，啊，他们留的一张照片，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操作了，进行操作。好，大家把餐巾纸，一包包餐巾拿出来。